民进党嘉义县山区立委候选人陈冠廷成立总统立委阿里山乡联合后援会。陈冠廷表示，未来将规划推广阿里山印象，吸引国际观光客，将打造阿里山国际的新格局。县长吴宗亮表示，大家去查看卖啊，林做立委的人来，从来无为山区土地问题发过声，甚至提案数少甲可怜，积存的次数更是近倍目造。当时阿扁啊时代，行人民土地运动的时，林是现任的立委，拥有关键的力量甲权力，伊完全无表现直接弃守，辜负家己乡亲。现在煞讲，只要伊当选，就要为山区土地发声，这款的诚信真难。令人接受。冠廷过去啊，伫协同中学读册，所以冠廷是算讲是民雄，其他民雄人吼。但是后来冠廷吼去美国威斯康星大学，迄个时阵我是读国际关系，就是讲为什么迄个时阵我读国际关系，我就是咧想讲有一天会当吼替台湾发声，替家己发声嘛吼。啊，替台湾发声，替家己发声，其实是吼对我短大学的时阵就开始想讲要安怎来吼咧。为地方、为家己来打拼，即、这个过程之中，其实足侪人吼，拢唔知影讲过去二十当进前吼，二十年前我在刚念大学的时候，足侪吼外国人唔知影讲台湾几对，讲台湾就是泰人嘛，就是讲泰国最搞混，是因为这几当来，咱台湾的地位慢慢啊成长，所以讲咱台湾开始会予咱所有世界的人看到。啊，我年纪的时候就想讲，我读册就是为有一天会当吼替咱所有的乡亲士大吼来去台湾发声，所以准备好好就是希望讲回馈给咱的乡亲，回馈给咱的故乡啦。我相信一定是虎父无犬子，青出于蓝胜于蓝，对不对？我应该讲什么？青出于绿胜于绿是吗？可是我要讲的是，他是一个值得期待的年轻人，这是一个世代交替的时候，我们需要新的语言、新的沟通方式。所以今天冠廷站出来，从我们的总统候选人赖清德，到我们的县长翁章良，到我这个山地原住民的立委候选人，我们都需要一个陈冠廷来跟我们一起协助阿里山，好不好？陈冠廷强调，伊提出陪做阿里山政策，都是希望将文化、艺术、运动、生态、教育等等体验元素融入山区观光，结合地方农家、农会甲政府的资源，让游客会当五感体验地文化。未来也会当加强对日本、澳洲观光甲交流，加强市场开拓，让家己的地产业更加蓬勃甲多元发展。新新闻就来先加以关采访报道。在家吃喝玩乐，探索世界，您准备好了吗？旺 TV YouTube 频道带您网络漫游，深入嘉义，最在地的美食，最及时的新闻，最感动人心的故事，只要滑动手指，全部完整呈现。现在订阅还有机会参加我们的抽奖小活动哦！马上拿起手机扫 QR code， 一起加入我们吧！